欢迎登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来做好分享。是来看是嘉义县民雄乡的陈伯国小，有一栋27栋的老旧校舍，经过鉴定了后，发现讲已经未堪接使用，所以嘉义县政府伫咧1901年是核定全款补助校舍重建，总共补助经费是3645万，特别在上岸来举行着党头典礼。伫咧大楼兴建期间哦，学生嘛将分别安排到学校的轻学楼和社区活动中心来上课。民雄青埔国小的校门口，这栋校舍已经有27年的历史，经过鉴定也不堪使用，所以是在上午举行党土仪式，准备兴建新校舍。包括馆长张华官、管理员林秀琴、黄家宽、教育处长王建良和地方新书学生家长，拢做伙为校校重建来见证。第二次，祝馆长跟各位贵宾进宫同台吉祥如意。学生带来着有氧的跆拳道表演，展现活力，提倡着运动风气。而青埔国小只有6个班级，学生人数只有82人，所以工程期间将会安排学生到园艺的勤学路和社区活动中心来上课。虽然兴建期间较不方便，但是只要这个新教室盖好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青埔国小我们的学习的教学的环境会越好哈，我们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品质会更好哈。尤其现在12年国教实施了哈，很多家长都很忧心哈，不然有名好好大好好心较好，其实好好好加歹哈，加大小没有关系哈，而是看我们老师是不是足用心的。青埔国小哈我们的教师团队都非常用心，所以得到教学品质评鉴奖啊，而且我们也连续虽然是小学校我们得到教育部世界这一个健康品质促进学校连续5年银质奖。县府在1901年开始规划校舍的重建，补助经费3645万，将兴建11间教室，预计一年来完工。新校舍是以李建局观念为重点，融合在地的梅龙街意象，将采取轻量化的设计。最新新闻大概发明雄乡采访报道。